補填生長宗記念館。这匹马是大哥岳辉铜像的一部分，那再过来这个是爸爸的一个沉思者，那在他的对面这个原住民是大哥的一个作品。这边是第一个台湾的孙中山铜像，这个接下来这个是郑成功，这个民国35年爸爸制作的，这个是蒋主席。補填生記念館の後方の巨大な空間は補填生の当時のアトリエでした。1963年補填生は五色の大型の銅像の制作に応じてアトリエを臨新ほくろの現在地に移しました。アトリエの中は多くの作品であふれています。一つ一つの作品が命の物語なのです。我有一个宝贵的经验，就是在这个工作室看我母亲做人像，这个东西我看了13年，比如说我看到他那个杨兆佳来这边80岁的时候在这边坐像，我看那个吴三连先生在这边坐像，我看到张启源就问到创办人在这边坐像，还有蔡平文等等之类台湾近代有名的名人，很多都是待在这边我父亲帮他坐像。70歳後の補填生は創作方向を大きく変え、女性の体と美観をテーマとした裸体女性シリーズとスポーツシリーズの塑像を制作しました。看我父亲从没有东西到做到有生命的雕像啊，这个过程是非常让人家惊奇的，说哎，怎么没有东西会变成有生命，我这个对我来讲那冲击非常的大，要用什么方法才会变成那么的传神，那么的 有生命感。那要找这一段台湾过去美术历史的时候呢，只要找到雕塑一定要先找到黄土水，黄土水又那么早走，所以这样子推算上去的话呢，普天生才是源头，所以在美术史的定位上呢，它是源头。国際舞台に向かい、公共の空間に入り込み、疎遠にしていた政治家とも親しくなり、補填生の彫刻生命は今なお持続しているのです。